化身功，今天又讲话嘞，还是要发，还是要开口，好不好？虽然我知道我长得很帅，你看到我看到陆神啊，以上纯属虚构，以上纯属虚构，是不是？好，如有雷同，然后嘞，纯属巧合。早起啊，那动作有啊，有。好，请看下一页，快点。玛丽喜欢看电影吗？没。啊？玛丽喜欢看电影，有没有动作？有。有动作，所以热加 s 有没有啦？好，这里常常下雨。It rains， 来注意一下下雨这个字。下雨 ，rain， R A I N， R A I N， rain 当成动词叫下雨。可是它也可以当成名词叫，当什么？名词是什么？动词叫下雨，那名词是什么？名词叫做，名词是下下来的那个东西，对，叫做雨水，雨水，哦，也可以当成雨水，也可以当成，这是名词哈，也可以当动词叫做下雨。请问当雨水，雨水可不可以数？可以吗？雨水数不出来哈，所以我们雨水到时候教可数不可数的时候，应该要用不可数的形容词啊。好，请接下来有，我每天喝一杯牛奶，有没有动作？有。有，所以你看他的 drink， 请问 drink 为什么不加 s？ 因为。谢谢你，你转脑筋这么快，因为没有三三线。紧接下来，我是中国人。Yeah.
论吗？大热。